好 ，Anyway， 大家想喝酒、想吃东西，随意好不好？叫鸡呢？怎么会约六个彭于晏来这边呢、啊？好吗？马哥 ，OK， 今天就是男人之夜哈。Oh my god！ 今天没有女生在吗？太棒了！好来 ，OK， 我们是明明卷哈，然后我是俊明，我俊明来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超强势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吉吉。哇！来介绍一下。高明 ，Nice。OK， 那今天还是有一些问题要问大家哈，是女生想问但是又不敢问的问题。OK 吗 ？OK 吗？麻烦。但我不用，我什么都敢问哎。你先，老婆不在，你这么呛。哇！哎，玉婷，你先不要讲话，玉婷。我敢讲啊，怎样？烦我，你出去，你出去。遵命。OK， 那我们先讲一下，就是虽然说我们都在喝酒，但还是请各位未满十八岁不要喝酒，然后饮酒必须适量。OK， 没错，像我们现在喝醉了，所以我们乱讲什么都是怪不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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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算。好 ，OK， 现在我们要先问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你们觉得男生多久会想到一次性？无时无刻。我觉得无聊的时候，可能一天一小时。60次，不，无聊的时候，无聊的时候，就是好像没有不知道干嘛的时候，但是每一分钟都要。哎，是真的，我觉得每一分钟都可以，除了刚射完的那啊，对对，刚射完那一分钟，给我休息两小时。刚结束那一刹那，刚结束那15分钟吧，黄金15分钟，就那十五，黄金15分钟，就那十五分钟。五分钟嘛，大家不要逞强好不好？哇哇，好不好？好像你们的有的我没有一样。男生第一眼看女生都看哪里？其实我觉得我算异类，因为我是……你不用解释啊，我是看颜值，胸部，我看胸部。OK， 我就是脸。请问，男生交女朋友之后会看 A 片吗？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叫女朋友不能看 A 片？我跟你讲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就算老婆女朋友，她自己也会看，好不好？哎哎，喂啊！我也是这种类的。啊！好成功！等一下，他是这个类型。最好你女朋友不会啊！哎，我老婆不看 A 片的啦。那我问一下，女生都会这样觉得，你看 A 片等于说你想跟里面的人，不想跟我，有这回事吗？等一下，只有你讲不是，刚刚瞬间安静哦。我们只是利用 A 片的那个画面跟声音，然后一个释放。我要有我自己的空间，没错。我也是用这只手来爱你的、啊，没错。OK， 接下来我要问，请问男生觉得这题对你们来说有点难哦？哎，不会，男生，我直接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讲爆，快问快答，来来。我想问一下，请问你们觉得爱情重要还是友情重要？爱情重要，友情，爱情，爱情，爱情，抱歉，不行，不剪掉，爱情。好了，爱情啊，至少对，我会选爱情啊。情我觉得因为到很后面，我觉得年纪大的话，我觉得会是两个人的世界。等一下，各位，等一下哦。怎么样？爱情，爱情。爱情，告诉我，你刚刚不小心说出的友情是三小，喝醉了，我，他就是这种，他就是这种适场合讲话的，对，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是他做效果啊，而且他这个已经升华成家人了，都没整个在捧你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那个在 S， 不要急，你们不急一分，这样子这样我会死得很惨，这一步要过这一关，我跟你讲。请问男生一个人的时候都在做什么事情？打手枪，打手枪居多。我只要比如说我今天坐在这边，然后所有人都出去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进厕所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很大的空间里面做这件事情，我会觉得你怕有人突然开门，是不是？真不行。对，但是其实你不是这样很刺激吗？对，我是想说这个刺激感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你没有人，没有人，这个没有资格讲。你家是落地窗哎。那也很好啊，他直接打开来啊！对，哇操，有很多是趴在上面的。这是我的舞台，我的舞台 ，OK。其实男生一个人的时候，确实会比较想要坏坏。
就是享受一下短短的那五分钟时间。对对对，是因为跟自己不需要那么久嘛。对对，你会想要好好的选一部你喜欢的片，然后赶快结束。对，就是这样，选片选片比较重要。对对，真的选片。那我们基本上已经看过上百部的 A 片了。所以当我在看下一部的时候，我就很慎重的选一部我喜欢的片。而且我们口味会越养越重。对，或者会选之前好像经验蛮不错的，对，还没腻的，就是看两三次。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哦，这个还好，男生觉得自己来比较舒服，还是跟另外一半比较舒服？我觉得不同哎、欸，这不同的感觉完全不能比较。我喜欢吃意大利面，你也喜欢吃拉面，所以他都喜欢吃下面。哦，不是，所以我再问一次，请问男生是自己来比较舒服，还是跟另外一半硬要选吗？我投另外一半，硬选。但是另外一半呢？我投另外一半。不是，你会选自己跟自己舒服，你就单身一辈子就好了。啊，另外一半，另外一半。等一下，这有什么好想的？好像是另外一半。我刚刚我的强哥一直在 confuse 一些问题，我觉得你脑袋有画面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是或是错，这两个单纯两项的一个世界。因为你除了这两个之外，还有其他选择。我懂你意思。所以我刚刚想的有点太多了，但是我们回归到最初的一个概念，实体的一定比较好。对，人类还是需要有陪伴的，是主观陪伴。如果你家楼下实体店面，你会去逛虾皮吗？OK， 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刚好是符合三个人哦，你们三个人，请问男生为什么想跟女生同居？想吗？你想吗？我讲，我们人都是怕孤独的。当有一个人陪伴你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幸福的 moment。Oh my god！ 所以同居的时候，哇，很幸福。然后讲到未来，你知道，未来夫妻就是要住在一起一辈子嘛。那同居，你就可以更了解彼此的那个习惯，然后去改变彼此。尤其是跟对的人住在一起，我觉得更加会同居。难。我跟你讲，你好好讲。讲，哎，就你这段把它剪得比较温馨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讲就好了。CY，你要多加一句话，是讲说，就是尤其又是跟对的人住在一起，这个才。我觉得接下来的问题可能会比较符合大家之前的时候，就是男生说我只是要抱抱，没有要干嘛，是真的吗？我觉得当一个男生会讲出这种话的话。应该是真的哎，是吧？我觉得如果没有讲的话，他可能分不清楚界限，就发生了，就会很可怕，就很累。所以你是为了阻止他吗？才讲这句话？没错。Unbelievable！ 你认真？我是一个制止的一个动作。哦，你拉刹车啊！所以你跟他讲说我没有要干嘛，所以等一下抱抱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干嘛哦。没错。那如果他干嘛了，你会干嘛吗？我生气啊！我生气啊！对，摔是你哦，不是我，是你哦，是你的，不是我。那我接下来要问的就更你们更需要想一下了。我想请问你们，请问男生会对异性朋友有幻想吗？3、2、1，会。哎，你们没结婚的，你们回答吧。因为这个是人性嘛，就是到底你会不会对异性朋友有幻想？对啊，男生就是这样子啊，那上帝就是设计男生这样子的，我要怎么办？但会行动吗？不会，想跟行动是很大很远的差距。请问你们可以接受女生素颜吗？啊 ？Why not？ 我女朋友化妆过吗？所以雨婷两个都很漂亮。雨婷化妆很久吗？我觉得她时尚是快，只是看她要不要而已。OK， 我觉得她素颜正不正？素颜很正。帮我把那个空隙剪掉，所以要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我觉得不然今天是男生女生都好，我觉得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要不要化妆的权利。对，我觉得以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化妆 maybe 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尊重，但我觉得不化妆是做自己的一个展现，自由。我觉得有自信才是最美的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可以接受女生放屁吗？不是我，你说我能不能接受吗？就我不能接受怎么样，他就不能放屁。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我问你，不能改变什么？这样。我觉得放屁不是什么问题啊，因为我放的比女生多啊。OK， 我会放，我自己知道会放。
会怕，我超会放屁打嗝挖鼻屎。对啊，没有，不是，我就讲好了。对啊，女生你要放屁，你就今晚放吧，不要憋着，好不好？这个很严重哦，就是你们真的要认真、真实的回答。我想请问你们，请问女生在那方面告诉你们说舒服这件事，是真的吗？还是他们说他们是在骗你们的？哇哇哇！哎，这个问题，这问题是有点深度的。我自己觉得，等一下是吧？我觉得是吧，因为对象是我啊。我觉得我会看他身体的那个扭动、抖动，因为真的他给你的 feedback， 对他的回馈是怎么样？但是那个可以演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觉得如果是固定伴侣的话，然后男生也可以正常发挥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其实他不需要。但如果是男生有时候没有办法正常发挥，我们太累了，他可能会想要给你面子。但我觉得雨婷在这方面好像不太会给面子，他就是很诚实。闭嘴啦，干！我觉得当一个女生，我觉得女生到达高潮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个不要不要不要的，要到了要到了那种举动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如果你们有让他们到达这个高潮，哦，我当然知道。我跟你讲，其实现在所有的女观众都在窃笑。你们以为啊？瞧不起我们？而且我就知道你们是谁。可是有时候可能在太累的时候，因为其实你们某种程度你们是顾着舒服，可是我们是顾着憋住嘛。我觉得这个角度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今天半个小时里面，你们在等最后29分钟那一刻开始开心，然后但是我们是忍了29分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努力让自己不要出来。其实那个过程某种程度是蛮我们在很努力的，我们很努力煎熬的。就是 I know 有一个女生问我说：“你最快多久可以射？”我说：“你要吗？我随时就可以出来。”就是最久可以多一个小时，我们死憋啊，憋到坏死，好不好？你想要让她舒服，是因为达成我们的成就，对，一个成就感，对，就是我让你舒服的，对，只是说这个舒服的感觉我们要稍微压抑。对，要压抑。所以当你问我说我什么时候想出来，你嘴巴怪我就想出来。请问你们觉得 Mate Talk 有这个必要吗？因为很多女生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有些场合我不能在 Why？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。我跟你讲，但是我想很久，这要告诉女生我们聚会没有在干嘛。我想 Mate Talk 非常重要，因为有很多事情男生跟女生讲好像有点怪怪，但是男生跟男生之间讲就是啪啪啪啪讲完全没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个空间的话，可以完全抒发自己想要抒发的东西。好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残酷的实话。如果你是女性观众，你可能有点刺耳，但是要听一下。这个社会给男生的压力是无形的。真的。也许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是它一点一点小小的累积，到一定程度，我们要发泄出来。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刻板印象或什么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时代，这就是文化，好像男生就必须要背负一点什么东西一样。没有，即便到现今2020年了，还是如此。OK， 但是这些东西，这些压力呢，并不是说什么很大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是一些小东西。所以你今天要我抱怨个什么，我抱怨不出来。但是今天我们到一定的程度，累积到一定的量。就是要来一下 Man's Talk， 因为我们有些聊的画面是不能够播出，因为就可能就有点 dirty， 可能有些白目，可能有些地狱梗，但是我们就是一群男生聚在一起取暖。对，我们就是取暖，所以越来越可怜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有 girls， 我的女生说要 girls talk 的话，我绝对是让她去 girls talk， 去吧，去，用力，用力 talk， 用力 girls talk。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女生会讲啊。那今天你可以跟男生痛苦，你为什么不能跟我痛？你这些烦恼也可以跟我讲，不好意思，跟你讲就是不对，就是有一些话不对，而且你也会反驳我，你也觉得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？你做人家男朋友，做人家老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们男生有时候讲的话哦，并不是真的出自于内心，而且也不是认真的，对，就是要干话，不然干一下，然后要把一些很肆无忌惮的、很地狱的东西讲一讲，那个感觉就来了。你的情绪，你的 emotion 才会这样抒发出去吗？就在女方面前，我是一个好男友，我是个好老公，我不能讲这些话吗？我跟男生，我才有一个最幼稚的时候，我才可以什么都讲，才能回到我们最初的原点。我们需要有一个。与其说 man's talk， 我觉得就是一个 boys time， 就这样而已。对boys time， 在我们心里永远都会有个小男孩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女生是很聪明的生物，
怎么说呢？因为你们现在说我们要一个 man's talk， 然后我们要跟女生说这个 man's talk 在干嘛？可是你们根本忘记了，女生根本就没有 girls talk， 为什么？因为她说，那、我去找我姐妹喝下下午茶。哦，他们随时随地，他们随时随地都在，我们还在跟她生提出要求。哦，干一点，是不是没有发现这个盲点？你知道他们最聪明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会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你的场合我不能跟？可是他们很清楚，当他要去他的场合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跟，我们不想去啊！对，對喝你的完美下午茶，喝你的完美餐厅啊 ！Oh my god， 他们好聪明哦！对 ，God damn it， 真的耶！他们不需要 girls talk， 因为他们 always 都在 always。谢了，你讲出一个盲点呢！哇哦，下辈子我想当女生，就有点像他们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我要看你手机，你就觉得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他说：“为什么不看手机？你也可以看我的、啊。我不想看，我没有想看你的。但是我们今天 ，baby， 我可以跟你申请一下，下个礼拜，然后我跟朋友聚一个晚上，然后我住他们家吗？谁跟谁？几点？哪里？你们女生、欸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需要申请。对啊。哎哎哎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只是把那些蛋糕啊、茶水啊变成这些饼干、啤酒而已。Yeah. Anyway。”今天就是男生的 man's talk 的时间了，终于可以聚在一起。然后这些就是有关女生想问但又不敢问的问题。如果其他想问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下一次还是有机会拍出来。然后麻烦去订阅、追踪各位的 IG 以及 YouTube 都会上在上面。OK， 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？男生还是有点压力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排挤女生，就是大家一起和平共处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子。OK， 我们是明明就，拜拜 ，See ya。赶快卡了，我们要继续 man talk 了。好，我继续喝吧，宝贝。来啦，叫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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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